Ooh.漂亮又说穿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幸福吉祥伴左右，阿米秘制樱桃肉，三盏红娘很下饭，我的粉丝最好看。开干，准备三斤上好的五花肉，最好选用这种精品五花肉，三层的，吃起来没得那么腻人。用火来烧下皮皮，去除皮腥味，烧成这个熊样就可以了。再洗一番菜，关掉锅巴。阿刚点火，要再开干。一夜之间，羽绒服都穿起了。冷水下肉，葱片、姜段、料酒、花椒，盖上煮熟。记住哈，是煮熟，不是在焯水。准备配料：葱切段，姜切片，八桂香，红曲米碾成粉。这就是红曲米，主要是用来上色的。煮大概三十分钟，筷子插得透了就证明熟了，捞出来备用。放量改刀，将改成两厘米的条条，再改成圆圆的方丁，大概就是那么圆。再准备点山楂，增加点酸甜度就更接近樱桃了。烧油，放入冰糖炒糖色，炒成枣红色冒泡泡就可以了。下肉，继续煸炒，炒出多余油脂，吃起来肥而不腻。煸出油脂后，放入大料，来点料酒，生抽，老抽一点点，不要多了哈。放入山楂，加入清水，放入红曲米粉，再放点毛毛盐，烧开后转小火，一个小时。这就开始亮汤了，这个颜色看得好舒服。把大料剪出来，大火收汁，要得了，起锅，将它调节好的，再来点白芝麻，开胃爽口、肥而不腻的樱桃肉送给大家。点赞就拜托各位了哈，开饭，来一碗，快整哦，来一碗，开来。来哟、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大火，大闪闪，这个颜色看着就很有食欲哈，有没有？樱桃，樱桃肉都要。嗯。很多菜系里面都有这个菜啊。嗯。非常的软糯香甜，好不好的嘛？又容易花渣，真的花渣，那八十几岁没了牙子了点儿哈，看到吗？看这个肉质哈，爽得很哈，大闪闪，肥而不腻，在煮的时候把这个油脂全部已经煮出去了。哦，不一样，要不要不没人啊，油全部煮出来嘛，你看这汤里面全是油，锅里面剩下的全是油哈，吃这种大肉配点咸菜是最好的哈。好，叫点香得很，羊很香，羊很香，还有羊羊，看到没，羊羊弄的好吃啊。嗯，对了吧？这个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嘛，我要喜欢粉龙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明，我是我，我们的人。拜了个拜。